哦，我的爱，我的爱人，我渴望你的爱抚，你是否依然属于我？我的妈呀，这一手泥呀！媳妇儿，你干啥呢？我这刚进画面，你一下给我画面给我干稀碎呀！怎么的？不是你进来你就带我和泥来了啊？干啥来了？哦，媳妇儿，对，吃饭来了，吃饭。来来来，坐。别动，这种事儿应该让绅士来办。等一下，我坐这儿，你坐那儿。你说什么？你是说你坐那边，让我坐这边吗？你不爱我了，你就是不爱我了。闭嘴。好嘞。要你嘛，你咋就一点情调就不懂呢？我一会儿还得开会呢，咱俩赶紧吃哦，我着急走哦。行，服务。媳妇儿知道不？在西餐厅吃饭得用英文叫服务员。Taxi。Taxi 是出租车。呀，这事儿整的。过奖了、啊，媳妇儿。那服务员应该怎么说呢 ？Waiter。Waiter 啊。Waiter。小薇呀、啊。咋还叫上小薇了呢？小薇不显得亲切吗？来了。日子天天过，天天都有乐。主播开餐馆，感觉也不错。谁喊小薇？小薇来了，来给我们上菜。上菜啊、嗯！来了，给红酒、清汤，清汤配红酒，幸福跟你走。甜粥配红酒，幸福跟你走。我的妈呀，这真是西餐呐，一点干的都没有啊！那哪能没有呢？来，那能没有吗？上，没有。噔噔噔，法棍，法棍配红酒，幸福跟你走。老妹儿，你也跟西餐厅干过呀？这是，现学现卖。Bingo， 来，赶紧吃吧啊！我一会儿还得开会呢啊。媳妇儿，你先吃啊，我跟刚哥说两句话啊。刚哥，你来。怎的？刚哥，嗯、啊，你咋又长个呢？是，那什么？你看出来没？我媳妇的心思全在工作上面。是，我俩的爱情都烂了，啊，不保鲜不行了，烂的都糖水了，烂的。你放心吧，啊，爱情保鲜有秘诀。你得玩浪漫呢。我不玩浪漫了吗？我不玩不明白吗？不有我呢吗？别着急啊，一会儿搁旁边我给你安排俩人啊，你就跟他俩学，保证找到初恋的感觉。真的啊？真的呗。我让你准备那东西都准备没？都准备明白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冰哥，哎，你吃不吃了？哦，来了。刚哥，哎，快来快来，几位慢用啊。亲爱的，天气冷了，你的手冷不冷？嗯。送你一副手套，就像是我的手牵着你的手。哇，好暖好暖，谢谢。媳妇儿，你手冷不？有点。送你一副手套，戴上它，就像我的手牵着你的手啊。给，拳击手套啊。这是让我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！暖，保暖又防身，多好啊！赶紧吃吧啊，着急。亲爱的，我好冷。没关系。这样就不冷了。哇，好暖好暖。媳妇儿，你冷。不，不冷啊！不是，你
冷呢？就是不冷啊。你得冷啊。不是，我真不冷。那我给你讲个笑话。说一头猪嘎巴撞树上了，死了。真冷啊。你看冷了吧，冷就对了，冷了哈，这样就不冷了。你嘚瑟啥呀，感冒了还得买药。我这体格能感冒吗？哇，我好强壮啊。我的妈呀，这暖宝宝可没少贴呀。啊，男人嘛有时候也借点外力。就是没用，赶紧穿着吧。啊，快点吃饭。亲爱的，吃这个。嗯，这样吃。讨厌。嗯，媳妇儿吃这个。薯条呢？吃完了。你嘴咋那么快呢？那嘴吃法棍呗。这啥时候能亲上啊？哎，媳妇儿，现在都流行这么吃。咋的，到磨牙期了。亲爱的，来，我们恋爱三周年了，我要结束恋爱长跑，送你个礼物。玫瑰花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走，领证去。媳妇儿，你过来干啥呀？今天有件最重要的事我告诉你了啊！今天是你三周年。啥？送你一个礼物。菊花呀。媳妇儿，我爱你。不是，你抽啥风啊？你跟我过够了是不？没过够，没过够。哎呦，不行，我要迟到了，我走了。媳妇儿，你别砸啊！别哭，还活着呢。媳妇儿，你又走，开会就那么重要吗？不是，我今天有重要的事要处理。那咱俩的约会呢？等工作不忙了。又等？那咱那个家呢？等工作顺利了。那咱俩的感情呢？等工作稳定了。等等，什么都是等，等着等着我们都老了，80岁的时候还等吗？再等就等下辈子了。媳妇儿，你现在这是怎么了？我们的爱情都烂了，烂的稀嫩啊。啊，今天我约你来的这个地方叫爱情保鲜餐厅，我就想让咱俩的感情一直保鲜下去，别烂了。
要幸福一辈子，就一定要将爱情保鲜到底。